村长啊，一会儿要给所有的爸爸们布置一个任务。我们有东西看啊！你看什么？这什么？有！多了多了，太厉害了！啊，刚刚挺吓人的，我自己看了那个害怕。硕哥，我直接说啊，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就一定要对他那么严厉？收一下吧。 好吃，这饺子是可以的。好嘞，来，所有的宝贝儿啊，这个村长啊，一会儿要给所有的爸爸们布置一个任务。我会把爸爸们啊带到旁边那屋里，我们单独开个会，然后宝贝们呢，我们一起在这边的屋子里玩一下，然后我还请一个我们老奶奶。 跟大家一起玩啊！掌声欢迎！哎，来奶奶，啊，来！奶奶好！哎，奶奶好！乖啊！一会儿奶奶你就负责哄我们宝贝儿们，他们有谁困了就可以让他们先睡觉，好不好？辛苦您啊！没事。来吧，那所有的爸爸们就跟村长来啊！饺子，仔细听我说啊，你那个一会儿要是睡觉的话，爸爸要是没回来。 你要穿着那个背心睡，不能光着睡，听见了吗？哎，轩轩，看着妹妹啊，好吗？不能不见了妹妹的，啊。开会是不是有点查点呢？哎，没错，你这个太好了，这个。呀，我们有东西看啊。看电影。 前面还能坐吗？你别说啊，坐哪儿都行，拿着茶点呢。这什么东西啊？肉吗？牛肉干。哦，牛肉干。你开始摇滚吧。你快什么？我们是不是要自己拍一个视频？我猜。想不想跟爸爸出去旅行？我不想，你们想跟妈妈一起玩吗？ 哇，你怎么什么时候长得这么壮啊？是你肌肉变。没有那么发达了，是不是？嗯，是你肌肉不发达，我没长胖。嗯。爸爸害怕。哦，这是梁朝伟吗？哦哦，原来是我。原来是我。为什么想回家？你好累，那哥哥抱你好不好？ 你也好累，那好，这样子，我一人抱一边，可是你要 hold 着哥哥，不能放手，知道吗？来，你们两个抱紧哥哥。好，哥哥加油！哥哥不容易，厉害厉害！哥哥加油！哥哥加油！哥哥要加油！啊，走，过去。 杨雨辰，来了，我从哪边走的？那边。走回去。所有人就等着你啊！快点，快走！多了，太厉害了。走路不会走吗？ 脚尖冲前，脚尖冲前。
刚才挺吓人的，我自己看了挺害怕。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裤子怎么叠？赶紧的，好吓人！我是这么教你的吗？确定要播这个吗？现在是不是还有缓和的余地？我15分钟吗？你们两个可以吗？你要保护他，你是男生，人家是女生哦。好，我想要下去。嗯。不下了。我再跳一遍。好高哦！好高！饺子，姜师傅。哟！当爸的，难受。那你讨厌爸爸吗？我爱妈妈。跟爸爸在一起难过吗？难过。包贝儿。那跟爸爸在一起是怎么了？怎么难过了？不是吗？二胡子。我想要妈妈。好的，没问题。不愿意来就别来了，是不是？跟你。Surprise! Just kidding! Yeah! 就是怎么样？那个老杨同学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哪个爸爸应该改一下？我觉得都挺好。我就没发言权了吧？我觉得那个春哥的那个，那好多方式挺好的。哎，对，我的笑中有泪。丹丹，杨叔，收一下吧。老杨同学现在也已经在反思了，他一直看着我是不是太凶了，啊，我是不是太凶？老杨同学这火充其量也就压俩小时，到第三个，他是，我之前也说了，他是被宠的太多了，所有人都夸他，但不见得所有的夸都是说，都是正确的，对吧？他身上，我后来发现有一大堆的问题。他在家想怎么玩怎么玩，撒开花了玩，但是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说，我得让他认识到自己，你哪儿有不足。可能你看，你发现没有，就是说小杨在大家面前是特别爱怼你，对，我爸特别凶，但是你知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样的？背后。我想问一下，是哪个爸爸最凶？
小杨同学，小杨的爸爸，是不是？没有。嗯，没有。摘子吧，路来都回来摘子吧，摘子吧，摘子吧。虽然儿子要成长，要做一个男子汉，但是我觉得，这父亲的这种温暖也是很重要的。他跟妈妈的温暖不一样。说，我今天，这不是雨辰来我这儿吃饭吗？我也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会对他和对待乐纳多的态度会不一样。我反而会对乐纳多严厉一些，对雨辰客气一些。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不是自己家的，不是我孩子，对我不能对他那么严厉。但是后来反过来，我又一想，我说，那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就一定要对他那么严厉呢？就有时候把孩子也不能全当自己的，有时候当朋友的概念，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父子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看你是我儿子，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你不听你还怎么了？你还反了？你还？我觉得这样啊，你要把他当朋友，你是平等的话，是是是是，对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最感动的一句是，我们不仅仅是父子，我们是朋友 ，we're friends。哇，这句话那个，我也希望我老爸跟我讲过这句话，你懂吗？我不觉得我很多事情我很自由的可以去跟我父亲讲。我觉得如果我长大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又是父亲，我又能完全相信，同时间又是一个朋友，我觉得我是。距离没有那么远，我是可以跟他讲这些话题的。我觉得会是一个我长大一个很宝贵的一块。今天这样，咱们呢回去以后啊，咱们把它写出来，写给宝贝儿的一封信，把它留到10年20年再给他看，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物，好不好？哇，你们又玩这个呀？哎呀，刚刚你们乖吗？小杨哥哥来不舒服，我们帮他了。小杨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小杨哥哥，别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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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雨辰，怎么了？鼻子堵。堵，通通气儿就好了呗。过来，过来我看。不烧，你就是鼻子不通气儿是吧？来，用老办法。哎呀，喷我一身，通了吧？通了吧？再见。好了，穿好鞋了，穿得多。好，谢谢了，谢谢。再见，再见。晚安。谢谢婆婆照顾我。谢谢，拜拜。拜拜，晚安。萱萱彤彤，哥哥也有个妹妹，可是哥哥很疼我妹妹的。我很爱我妹妹的，我什么都。你跟我们一样争吵吗？以前小时候会有，可是呢，你要知道，大部分的时间你都要让妹妹，你要照顾她一辈子的，知道吗？你们活100年，你就要照顾她100年。100年？嗯，你知道了吗？那以后妹妹不开心或怎么样的，你会怎么做？抱着亲。抱着亲，那就对了。如果有人欺负妹妹怎么办？那我就去哄妹妹。对了，这样就乖了，萱萱。那我脚伸出来，给你擦擦脚。让我来受伤。啊
太臭了。咬住，我们来刷牙吧。咬住嘴。你看今天雨辰哥哥牙是不是疼了？也疼。如果你不好好刷牙，吃完冰激凌你的牙就疼。啊，张嘴。好了，这样刷干净了。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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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I want buy rocker shampoo. Can you do mandarin? 我把一大坨的洗发精倒着身受伤，左擦擦右擦擦，冲一下一下拉，手擦擦右擦擦，一下拉拉一下擦。欢啦啦啦啦，今天村长采访你了。问你们这些小朋友，那个爸爸脾气对不好？我没说你啊。你说我也没关系，爸爸本身脾气就不好。你还记得爸爸跟你说过吗？你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你玩的时候我打过你吗？我说过你吗？没有。你学习的时候我说过你吗？没有。对吧？只有你不打招呼的时候，你不懂得说谢谢的时候，你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爸爸是方法用的不对，但是不能由着你来，懂吗？嗯，不是啊，还是鼻子堵得慌是吧？嗯。我只是跟你说的是，你要想擤鼻子自己擦，看到没有？放在这儿啊。嗯。嗯。先睡吧，明天起大早。从哪里开始写？怎么写？应该是亲爱的什么，还是宝贝啊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勒纳多，你好，这是我爸爸第一次给你写一封信。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是经常出差，所以我们又没有办法一直陪伴你。这个老爸做的比较业余，我说实话，我自己从来没有单独带过他，他也没有离开过他妈妈，这个对于我们两个都不容易。我也在和你的相处中呢，逐渐的了解你，熟悉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做一个靠谱的爸爸。杨雨辰，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可能就是明天，也可能是我已经驾鹤西去百年之后了。我原来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父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接受父亲给他各种指令。我是希望很多时候让他少走弯路，让他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感受生活，让他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他在我这受点苦受点难，我觉得这都特别小的事情，这就是作为父母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因为我是父亲，我也不会一辈子永远在他身边，他可能也会上学啊，也会结婚，也会嫁人。我希望他以后就多陪陪我，多给我打电话，多看看我，希望他一辈子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从我们在山上那一天开始，我就把他们当
亲弟弟亲妹妹看了。无论你什么时候看到这封信，你要记得你永远会有一个哥哥在那里，你可以去依靠，因为我们是亲兄弟姐妹了。这个节目让我跟他在交流，想到小时候自己跟我爸爸我妈妈相处，小时候什么样。对我来讲是很多东西真的是得了不易啊，我现在生活过得不错啊，有一个很好的老婆，有一个我很爱的儿子，够了，只要 Jazz 玩你快乐开心好玩，好玩就 OK 了。小鸟回话了，小鸟说早上好。早上好，小鸟。是不是回话了？江叔，喂，大脑袋，大脑袋，雷震，过来，过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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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怎么了？你是先蹲的，啊，你是怎么了？哥哥起床了。进来吧。咦？为什么你们会有一个这个？这个，因为我们这儿有很大的一个蛾子，你看它现在还在墙上。对，你可以把它轰出去。可以把它的尾巴得打一个洞。哎哎哎哎！关门，对了。厉不厉害？厉害厉害。你别拉，到时候还有机会啦。对，出去了吗？你个傻吗？在地上玩，那可不。啊！这谁给你绑的呀？系的呀？我给你弄得好看一点。好的。让我看，这样就好看很多。就这样。
我就是孩子的时尚造型师，你看饺子每天跟走秀似的。I feel good. I knew that I wouldn't. So tonight I got you. 漂亮饺子，走秀来饺子，预备走。咬嘴，咬嘴脸。哎呀，饺子，你的这个防晒蹭到我的衣服上了。饺子，你的眉毛又白了，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给它抹眉毛上呢？嗯？啊？我全脸啊。眉毛你给它留出来啊。啊？那你抹完了，这眉毛晒黑了怎么办？女孩回去晒黑了怎么办啊？男孩无所谓。都是防晒涂法。你等他妈妈看完那个节目之后，然后咱们再讨论这个话题。真是。是你在家你特别好使。我在家我还我的地位那。我能让他们看这个节目吗？走了，饺子。走了，快上车，走了。走，饺子，我来找你了。让我们一起出发吧，请上芒果 TV 国际 App。下车了，哎呀，外面风好大呀！芝麻开门，拿个锹干什么呢？那怎么把那个铲子拿来？来拿一个铁锹啊！哎呦，又这个，还有音乐，哎呦，有感觉。景色美不美？刚才呢，是我们大草原社的朋友用大草原的方式来欢迎大家，大家喜欢吗？喜欢。我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啊？大家看这个琴叫什么琴啊？马头琴。哎，马头琴的声音啊，低沉婉转，曲调非常的优美，是我们大草原上的朋友最喜欢的乐器之一了。来，这个叫什么？羊皮鼓、牛皮鼓、马皮鼓。羊皮鼓。好好看，什么鼓？羊皮鼓。饺子那什么鼓？鼓。就是一个鼓。回答正确。羊皮鼓。羊皮鼓。来。最厉害的是这个啊！哟，这真不认识了。哎，这好像是那个嘎拉哈，我们东北叫嘎拉哈，你们叫什么？看看来，这是那个什么？拿给你们看。饺子要看看吗？这是那个，给你们看看。哎，这是牛还是羊的？羊的那个。羊的膝盖骨是吧？啊，对啊，羊膝盖骨啊，不会啊，你可以啊。我们小时候玩，你们小时候没玩过吗？但是那个不是羊的膝盖骨啊。小时候，女孩才玩嘎拉哈的，
啊？那你也玩啊？不是小时候都玩跳皮筋儿杆啊？告诉大家伙儿，这叫什么？沙杆。沙杆。沙杆。是吧？刚才朋友们，欢迎大家来了一首曲子，咱们也来一个吧。好。这个地方想唱啥唱啥的。好，谁来呀？哪个爸爸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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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免费演唱会，大哥不会唱啊！就刚才那个啊，我们走进来的时候。他弹那个就我觉得你会唱那个什么来了，饺子？那个是你看到没有？行家呀，是吧？我们今天是在大草原里边，对吧？我们除了我们的宝贝，还有我们大草原的宝贝，他们也来了。哦哦宝贝表演的时间啦！哇哦！我真的在空中了。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来个风山少林学武功，成为电影里帅气的超人，飞侠正义，飞走壁，好机会悬于风中，全程一代功夫风。哈！哈！气氛不要停，快乐不要停。有请我们大草原的苏永宝。哇，那辫子好漂亮啊，饺子。Cool。这是真辫子。Oh。对呀、啊，真变！我真的，马尾，好帅、啊。哎，小哥哥，是不是？
走，来，我一抬头，感觉换了一个人。我跟你讲，吧，你那个后来那个声音，那个我们轩轩不用学，他也能发出来。你说哥哥你好，哥哥你好，哥哥你好。我们天生有音色的。这个宝，咱给他介绍一下，来。变形金刚。你本来的声音什么样的？这个档换不过来了，现在。大家好，我是苏音宝。哎，你用那个声音说一下，用那个声音。大家好，我是苏音宝。是变形金刚啊，变形金刚啊，变形金刚。接下来，咱们就找宝师傅教教咱们唱一唱这个草原上的歌，好不好？好。宝师傅。老师傅，你干啥子？你要教会这几个爸爸，也会用咱大草原上的方法唱这歌，好不好？学习啊 ，learning。No。草原歌曲大课堂教学开始，第一句来。满多塔尼天格罗我红。是从这儿开始啊。门多他的他咕噜。爸爸是火挖掘机。爸爸。你别说话，我听不见了。你再说一遍。门多他的听歌不恨。门多听歌不恨。听多了不恨。门多他的听歌不恨。第二句，大哥的。만쓴토링아론슈테만쓴토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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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만도아리소토아니만도만쓴토리아로슈테만쓴토리아로슈테만쓴토리아로슈테第三句了，来第三句了，好，到我们了。阿尼奥金阿斯顿沃尔克，阿尼奥金阿斯顿什么？阿斯顿沃尔克，奥金阿斯顿。哈姆格芒格丁温恩图，哈姆格芒格丁。等一下，哈姆格芒格丁。第五个，第五个，宝贝儿听好，第五句来。英布娜娜。你这个最简单的吧？哎，太难了！我觉得你这句吧，应该给饺子。Imbo 娜娜，预备开始。不会。请打扰。请打扰。我们接下来呢，就给我们宝师傅来展示一下我们刚才学习成果啊。好，来，全体的一起的，来，预备，开始。罗哈尼唱，沙拉弗罗哈，满山土地阿罗苏天，喊你要跟大神努力，阿门蒙格林乌嫩托，莫因娜娜，请勿打扰。谢谢老师们，谢谢。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回到自己美丽的蒙古包里去啦。哪个蒙古包是自己的呢？你们想一想，昨天晚上在你们房间里都有一幅很美的画，对吧？顺着这幅画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蒙古包啦。哦，那幅画，龙纳多，点火镜的。你看，这是什么？那个照片是两个蒙古包的。我有宫殿。马蹄鞋呢？这屋子里放这么一幅画，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现在已经被这个节目给搞坏了。是我想多了，哼，啥也没有。我就知道有坑。天当被地当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走吧走吧，大姐，待会儿啊，来。我就知道这里面有陷阱。第一次我要选一，你非要选五。上次我要选一号，你选五号，对吧？嗯。这次我的一号要比五号要好一些吧。到这边来。呀，这还有馅饼呢，高兴吗，杨雨辰？啊，你睡过马车吗？没有。高兴一点，兴奋一点，人活着这辈子多体验才多精彩。来，进去试试。这还露个窟窿。这是馅饼。快吃，吃饱了才有能量。美丽的草原，哎，他就在我家吗？然后再一起撒个娇，一起。哎，去你回你家玩去。啊？这我家。这是公共场所，好不好？你家一号只有那个车，车之外的都不是。我跟你说。这边全是我的，这没插着一号，这个那是也是一呢，看见没有？哪儿呢？这儿那什么一呀、啊？那是那你看这是啥？那就是红色的，代表着喜庆，大家可以一块玩耍。你中午只有饼吃啊？给你来人不？我不来，我们家肯定全是大餐。你家一号只有那个车，车之外的都不是。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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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哇，好特别呀，我们的这个，快进去吧。哇，到家了。哇，这就是我洗手液吗？呀，那不是洗手液吗？你洗。哎呀。中午只有饼吃啊，真好吃。给你来任务。我不来，我们家肯定全是大餐，大餐，大大大大大餐，全是大餐。哎，我们的午饭，你看奶块儿好不好玩？他们呢？他们有那个肉饼吃，我没有肉饼。那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先吃一个，让我尝尝。他们有那个肉饼吃，我们没有肉饼。
他们有那个肉饼吃，肉饼。去溜达一圈呗，看别人家没有好吃的，咱俩去蹭点饭吃呗。行呀，走，拿碗去行行好，给我们口饭吃吧，走。来来来，小心小心。你看，哇！不要弹一下吉他。不要吉他，这是马蹄琴。来，哥哥弹给你听。哇，你真的会弹！来 ，Jasper， 你要不要去我的家看我的射箭？好啊。等等我。等等我，我不要行。等等我，好，我教你们怎么玩。你的弓箭好帅啊！对，我先教。是要在放在你看像 Jasper。我先教你。我有这么多弓箭。我先教你怎么玩。你教我啊！等一下，不要着急。你看这个黑色吗？有没有看到黑色？看到，放在中间里面，拉着，手全手拉着。OK， 你一放这个 OK， 就是。你教我啊！你看，一、二、三。等等。你先别放箭，你先放我。你放在这里先。好，我帮你拿好。好。哇。拉。就。哇。哇。还有这样。哇。我们太饿了。我，你看我有弓箭。哇，你有弓箭。那你们家还没有午饭？都一样，都是奶条。走吧，没有任何吃的，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奶条。爸爸，我这里。我们去小杨家要肉饼吧。行呀。杨叔说：“行行好，给我们点吃的，我们饿了。”预备，开始。够吃吗？还有点牛肉干。还有牛肉干？啊！你再给我点牛肉干，快点！哇！你坐哪里？我留几块儿。啊！不用，太好吃了。啊！谢谢杨大爷。谢谢。没事。跑过去。说你很开心，再跑过来。看起来就好吃，披萨饼。哎呦，太好吃了！咱们俩靠自己的能力要来的饭，真是太棒。这些小不争，你非得挑一个陪你荡秋千，你挑谁啊？你。我。我爱你，饺子。
你爱我不？啊？不好意思承认啊。你妈就天天说爱我。哇。嗯。桌上有餐。不，桌上有餐，我们为什么要出去要饭呢？那我们吃饭好不好？就一边当早饭。没有当小饭。有饭。他们那个。那个番茄炒、番茄炒鸡蛋。你的在哪里？啊！流血了。怎么弄？你现在给我一个纸，快点。刚才是的，刚才是的。是的。是的。哪一个？哪边？哪一边？这个。没事的。就把呼吸。不要理他，不要管他，不要动他，不要扣他，就没事了。可是那个我什么？我接不住了，我的鼻子好痒啊！啊？怎么办？早上起来的时候带了好多奶糖，一会儿你看看你把谁给拿下，晚上你就去他那儿睡，好不好？嗯。你睡哪儿啊？爸睡这儿。晚上特别冷，你想想昨天晚上外面多冷，想到了吗？这比那儿要冷两倍。你又哭啊？儿子，哎，你跟乐纳多睡不睡？去吧。那个雨辰，你就在这儿睡吧啊。节目精彩未播内容，只在芒果 TV 国际 APP。嗨，大家注意看村长哦！大家有没有这两天在草原上看到有许许多多像云朵一样飘在草原上特别可爱的小羊羔啊？看到了。那今天村长给大家的任务呢？就是呢，请老羊带队，带着爸爸们去放老羊，请小羊带着小朋友们来一起放小羊。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好不好？耶，放羊去喽！好，来，爸爸，走着去坐车吗？儿子，
Jasper，帮我照顾照顾小孩啊，他要摔倒了，你帮我保护他啊，别让他让羊吃了啊，快去。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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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乐纳多，加油！加油，爸爸！你加油，爸爸！你能行的，你能行的。他主要不放心你。我先走了。乐纳多，你当副队长了，你在前面走着，快跑呀，走快点，你跟着乐纳多副队长走。小杨同学当孩子头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就是包饺子，第一次离开你那么长时间吧？我觉得他们没问题。有小杨哥在，小杨哥不头痒吗？会保护好他们的。好紧张的感觉，第一次拿着摄影机。那你要稳一点。这是山坡，我们要聊点什么吗？跑过去，跑过来，开心点，开心吗？大人。这些羊是怎么越赶越远呢？我感觉。哎呀，你看羊跑多快！哇，我们怎么追啊？这哪追得上啊？糟糕了。所以你看这羊要跑起来，你人想追真追不上。我们走了这么大条路上来，然后看着那些羊奔跑出来。那我们是怎样呢？这有单车、自行车，还有自行车，免一台自行车。哎，好啊。可以。我这个车没闸呀，我这个车没闸。那你怪谁？辛苦大哥，辛苦，你好，辛苦。反正现在是把他们往那边赶。对。发出声音没事吧？没事。咩？老鲍，你们分开一点好哦，把他们围在一团。他们会激动地钻过铁丝网吗？来，往那边走。来，往前面。其实不用太近是吧？其实不用太近，咱慢慢来就可以。喂，也不用太近，太近他就害怕了，他不往那头走了。好的。哎呀，哇塞！不用跑，不用跑，让他慢慢走。慢慢走啊，好好好好，慢慢走。哇，他们有些是头是黑色的，身体是白色的。来，往那边走，来，继续，别看我。哇，有一些很多毛的。我也可以放羊的，大哥。我成世冇谂过我会放羊啊。我都系啊。哦，落落落落落落。呜。哇！要打架了，要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糟糕了！你信不信一会儿他们会让我们去分羊？你看又跑起来了。呀，头羊要出去了。完了，头羊出去了。完了完了完了。哇，糟糕了，他们进去了。糟糕了。我们要绕他们了。我们要绕大圈把羊弄回来。哇，对，咱们得截住前面，然后再把他从这里赶出来。是真的我们做的不好对吧？对。
这今天晚上我们可回不了家了。哎，哇，跑还远哦，回去啊。那去羊跑的是有点远吧？对呀。我觉得这个靠腿是不行了。哎，搭个便车，捎我们一段呗，把我们放到那个羊边上行不行？包老师啊，摄像大哥怎么办？摄像大哥，加油，摄像大哥，加油，摄像大哥，快点，乐哥，快来挤一挤，甜，哇，你说要是他们小孩也碰到我们这种问题，你说怎么办？他们走得这么慢。生的羊啊，羊，快点追，快点追，姐姐。饺子彤彤快回来，彤彤快回来。饺子彤彤快快回来，我在这儿。我好想去赶羊啊！我刚刚在饺子来的时候踩到了一个牛粪。宝贝们，我们今天呢一共要分成三个小组，每两个宝贝来管十只羊。我跟你一起的。第一个小组是谁？小羊你来分一下。我和他啊，你和他一组。各位在这边来，彤彤，我跟你一起。哎，你干嘛？我的。你说我脸上一堆不适合。松开你们两个，这是我的，先松开。好了，小杨同学，小杨乖，小杨你是队长，我们是团队，你是队长啊，我跟你在一起，乐大叔我跟你一队，然后他们两个一队，你是我的，小杨哥哥，哎。我们要赶紧去放羊了，走，抱着我赶着去。好，站住！乐纳多，看好你的羊啊！对的。好，加油啊！上来。加油啊！等你啊！别跑，给我站住！跟咱们跑得好快啊！小羊，别当我吃素的，我也跑了。不要跑！啊！姐姐等等我！我们是你们的爸爸妈妈。看你往哪儿跑，这是无路可逃了吧？姐姐。你们来找我，小声点，他就不会跑。你看，哎，等一会儿，小羊，羊，不，快点！我们赶不及时间了，等我，不能等了，疼的。呀，彤彤，你现在跟马一样快了。你们怎么跑？他们找不着我。羊，
回去。那几个羊丢了，就剩这几个了。我们要怎么才能放到羊啊？饺子妹妹，饺子妹妹，你怎么了？你们都不等我，都不等我，我等你几天好吗？快点追羊！快点！Go go go！ 这群羊也太不听话了，对待他们要像对待孩子一样，也还是要说服教育，不能用鞭子抽他们，对吧？孜然，孜然，辣椒面，辣椒面。嗯，哇，哎，老何，我一喊孜然和辣椒面，他们跑可快了，你试试。羊肉锅。咱们仨保持这个阵型啊，很好喝，你可以稍微往里一点，往里近一点点。对对对，挤压这片，走了，走走走，那边，冲啊！来，我们都过来了，别让他们反方向跑啊，要不然你跟春哥到门口那方向。让他们只能往右转，不能往左转，只能往右转是吧？对。哦，杨硕，靠你了。对对对，挡住他们。走，口子给开大点，他不动了。冲啊！那边截一下，那大爷截一下。走了。啊、小腿蹬起来，成功！是不是让他们吃会儿才走啊？那我们是怎样呢？坐等。要不我们玩个游戏，然后想个什么惩罚好啊？惩罚？不然没惩罚玩不了游戏、啊。哎，我想到惩罚谁就睡在杨树人。人生就应该体验，你懂吗？这是最好的房子了，不用想。哦，这个球啊，这球啊太大了。谁输了谁跟我换，打死都不能输这。那如果他输了呢？那就是我输了的话，可以让杨雨辰像我对他那样对我。不管是啥，反正你输了，你就连亲你儿子十口。这很肉麻的就、哎、抱着他说爸爸爱你，嗯，你亲我一下，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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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比如说我从来没吃过辣，你们都吃过辣的，你们就得少一个了。做成那个机器猫的就输了是吧？对。好，来走起走起。反正我很想看说哥那个很肉麻的爱那个。我从来没有玩过吃鸡。哇。没接，从来没有玩过吃鸡那个游戏，你肯定没事。我抖音没有账号，他说没有账号，我现在跟我们账号是一样的呀。啊，对对对，可以。那你少两个了，那你少两个了。不，那那。我在录这一节目之前，从来没有跟孩子一起睡过觉。这一期之前，你输过了。哎，我没有针对你啊，他们都说了，他们都说。我从来没有给小孩喂过任何方式的奶，你这坑四个是吧？
从来没有来过这里。那如果大家都没去过，就你输了。对啊，我没去过啊，都没去过你就输了。把那一个勺子。那你要坑的是他，你懂吗？不，我坑他就行了，我坑他就行了，只要我把他坑掉。哎，那开玩笑，开玩笑。我说我没有去过日本。我说一个是我今天知道秘密啊，我上任何节目没有请过服装造型师给我搭配衣服。这个人怎么为什么要害我一个？你说你咱俩平票了吗？咱俩能在同一起跑线，我挺开心嘛，哥们儿嘛。哦，到你了。你别看我，哇，决定权在我手上。原来哦，我想一想啊，我这一辈子呢就没见过流星。我今天跟你说了吗？我昨天晚上看到流星了，就在我肆意妄为的时候，抬眼一望，哇！我说我昨天晚上见到流星雨了，他就要玩我。你见过？我小时候看过流星雨。啊，你见过？我见过，小时候和那个朋友们嘛。我输了，又怎样嘛？我对小杨同学我好一点，我就看着小杨同学，你好啊，长得好帅啊。就是那群女儿跑到那顶上去了，那个山上去。那些羊跑得太快了，追得一辈子那些山羊都停不了。过来，来这边，把这三只羊赶到那边。你们跑不了了。我们往那边赶，跟那几只羊汇合。一二三四五，五只是五，我们要弄来多。我们去扎羊，我们去扎羊，拦住他们。呀！慢点走，慢点走。哎，队友，你把屎都迈过去。羊羊在路上，羊羊在路上。我都累了，他们发不不累吧？我们明明有六个人的呀，可是乐乐多不见了，就是五个人。先把乐乐多找回来，快点跑！要是我们永远找不到乐乐多，然后乐乐多的爸爸就会担心他的乐乐多宝贝，对吧？对。你们找不到我，你们找不到我。牵手嘛，不要掉嘛，很可爱，很可爱的呀，很可爱。我
要去看那些马什么。嗯。啊，有还有马宝宝，马宝宝，你看。勒纳多，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没有想到你自己可以跑过几座山，一直在放小羊，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找到羊。没问题，羊就在草原里边，但是你表现得特别好，一直没有放弃，你一直在做放羊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说那些话，我说，羊你别跑，给我站住，等我的。羊姐姐回来，没错，快去吧，勇敢的勒纳多，加油，胜利属于你的。知道了，站长。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等着你回来。好的，站长。你放心吧。马上就快要就马上回来，站长，你放心吧，站长。勒纳多，他跑得远远的。我看不清眼睛。呀！呀！勒纳多，勒纳多，勒纳多，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你。羊弄丢了吧？有点想揉眼睛。你是豆豆，你不舒服吗？不是眼睛不舒服。啊，你是豆豆，你没事吧？没事。啊？有这么严重吗？啊？有这么严重你的眼睛吗？啥东西？你的眼睛吗？什么眼睛？你的眼睛。我的眼睛咋了？你眼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疼了吗？不舒服，不是疼。不舒服。小豆豆，你不舒服吗？不舒服眼睛。我的。我来照顾你，我来照顾你。宝贝们，大家跟过来。因为你们表现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要决定派你们另外的一个任务。因为爸爸们他们放大羊很辛苦，他们跑的就更远了，所以呢，接下来 Jasper、轩轩还有饺子，你们要给他们去送饭。这些都是给哥哥们吃的吗？说对了，记着路上不准打开饭盒的啊，送给爸爸才可以啊。然后放心啊，如果有什么事情奶奶会帮助你们，好不好？找呀找爸爸，找呀找呀找呀爸爸，找呀找兔。没摔跤啊！你都在好了，我好了。
好了，我好了。爸爸呢？你跑，你跑，爸爸，爸爸，爸爸在哪？爸爸，爸爸，爸爸。走，看乌泱泱就过去了。他们也知道现在要回家了。臭香火锅，爷呀，走啦！本宫关门了。呀！哇，你是第一次成功放羊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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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哎呀，太美了！夕阳无限好。哎，我们可以合照一张吗？来来来，我们五个转过来举个六嘛。哥，我们两家的人羊掺到一起了，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羊拨开。你信不信一会儿他们会让我们去分羊？要怎么拨？把我们家的羊拿出来，把他们家的羊拿去。他们有几头啊？他们有五十头，总共750只。15:1的概率，那个有什么分别？6.67%。那个有什么分别？以什么分别？就是幸运。什么意思啊？我看看。喂喂，怎么了？说话。我是耿乐，你这边是谁啊？嗯？啊，我先拍张照片，太美了。爸爸，爸爸，他跑掉了，是掉了。谁掉了？勒纳多，你再说一遍，是什么什么掉了，什么什么不在了？爸爸，我们的。羊跑掉了，任务失败了。你给人丢多少只羊啊？3日之前。那这个责任还挺大的，不是一家人可能就靠这个过活呀。小羊，赶快回来！不，这今天晚上不可回老家了。哎呀呀！糟糕了，糟糕了，这么远呢！乐乐多，赶紧过来，快点跑！这是放久了吧？这都。太难闻了吧？不要。滚香肠。开始。走了。走走走！我我我我我我。足球比赛开始。我是霸王龙，我是你们的队长。哇！什么乱窜？哇！嘿嘿嘿，宝贝们，我们今天要录新歌了啊！我们要先练习一下，好不好？好，给 1, 2, 3。带你看远方的太阳，那是颗关于明天的糖。带你看夕阳红红，唱着歌，海浪笑着鼓掌。你会慢慢长大，记得等你
发。